陈老师有没有那种快速烘干的、快速让它干的一个方法？其实是正常的话，我们如果回家的话，就是我建议就是因为湿了嘛，所以其实是最好看要不要是洗过了，因为不然里面是真的是很臭。有啊，尤其那布的哦，整箱拢澹漉漉啊。那如果真的很臭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要让它干有点难度，而且在自己的脱水槽里面，其实鞋子是不容易让它平衡，因为很多人觉得说鞋子脏怎么放跟衣服在一起。对，那其实你在放，如果说我们正常的滚就是直立式的脱水机的话，你就正常就摆成这样，让它正反面是一样的，就是平衡，让它平衡。对，那如果说觉得还没办法平衡的话，通常我们会建议就塞浴巾，就把它有它的缝之后，这里塞一条，这里塞一条。哦，那在脱的过程它就很平衡。它拿去脱水啊？当然，不然你要让它干，真的要好几天。那通常我们会建议就正常脱好了以后，对。你正常的话，我们很多人会把习惯把鞋子摆成这样来晾干，对，这是正规的人，一般正常人。然后把舌头拉出来，对哈，这个其实是错的，错的。你说它正常是怎么让它干燥？是靠气流嘛？所以通常我建议是反过来，反过来这样摆，哦，因为这样的话水汽会往下流，流的时候这里是跟空气对流嘛，所以正常这样才比较。所以它的水会湿在那个后脚跟的地方。对对，啊，如果说我们正常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你的鞋子有时候这里会黄的，会，对，会，哎，怎么会？怎么这里黄黄？这里怎么没有？对，这里比较快速干，它环境不同嘛，他们两个的环境是不同，所以这里就变成容易黄黄的。那里面要不要塞什么东西？真的，如果要很快速、很赶，我的经验是，就真的用吹风机，还用吹风机让它对流一样，就吹风机的口啊塞在这里。是，那有时候吹风机塞头塞在这里，一个缺点是太热，它会自动宕机，而且烘干机会自动宕机，鞋子会变形吧？因为它原则上是不会，布鞋不会，布鞋比较不会。你其实兜着它是有点空隙，它事实上在这里对流，你不是整个孔都把它埋住的。是，那当这样的话，它会从热气会从这个表面从这里尽量渗出来，或是它在里面循环，对，它这样就会很容易快速干燥。再来第二个，麻烦你帮我们解决就鞋柜的问题，因为鞋柜很多鞋子男女老幼都在里面，本来就很臭，那怕臭就加了芳香剂，然后香的跟臭的弄在一起，那个味道真的更臭，怎么办？真的，其实大概有两个方案啦。就正规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拿家里的洗衣粉，洗衣粉，对对，因为其实鞋柜里面会臭就是。讲刚刚我们提的，我们台湾是属于海岛型国家，所以我们的湿气特别浓，对对，所以我们通常会建议消费者就家里的洗衣粉随便就一个摆一个固定盒子，你把这个打开，有人会把它用保鲜膜戳洞，对对对，我们就是要吸它的湿气啦，湿气啊，对，让这里的空气比较干燥，对，原则上它就比较不会有霉产生，可是这个会干掉会硬哦，这个真的可以硬掉丢掉了吗？没有，可以洗，可以洗衣服，可以洗衣服啊，哦，还可以拿来洗衣服，对对对，它湿掉它没有，就它硬化了，它没有坏掉，它没有坏掉，是，它没有坏掉，洗衣服。第二个方法就是可以去拿咖啡渣啦。咖啡渣，那咖啡渣要放在那个烤箱里面，先把它烤干。也不用，就是放着就好，它会吸湿。但是要晒干，所以我通常烤箱稍微烤一下，让它干。没晒干会长霉菌。可以长霉菌，而且它可以重复使用。是，你可以重复使用，它一两次都可以。好，那我们刚刚解决了湿湿哒哒的问题，最后要讨论的是什么问题？最后呢，我们要来解决大家的，就是家家户户每天都一定会碰到的部分，就是衣柜。对，衣柜到底要怎么收纳？其实我觉得是很大的学问呢。会收纳跟不会收纳，那个空间的利用最少可以差到三倍。好，来问一下大家，在整理衣柜上面有没有困扰？我超会买。祖明，这个衣柜是小我女儿的衣柜。是。哎，我觉得小我也是妈妈在整理啊。可是我跟你讲，又是我的，又是女儿，那她又是得来不易的女儿，所以就是什么都买给她。我女儿可以，我估算过，她可以大概两个月不穿重复的衣服，她是可以的。啊，那么多，那衣服很多，六十套，她衣服很多，六十套。Harry 快生了，你要不要整理小男生啊？所以我刚才问她说，她小男生的，所以你就知道，然后。前一阵子我就发现小女生的道具东西哦也很多，有贴腿裤，有宽裤，有短裤，上衣又有蕾丝的，没蕾丝的。我前一阵也有看你们节目啊，教我怎么卷那个对那个衣服有没有？很好用啊，就回到我家，我发现对我家不好用啊，因为呢，你卷完那个贴腿裤，卷卷的跟真的一样，像一船寿司一样这样放。好了，等到有一天我要找裤子的时候，完了。
我不知道，黑色都是黑色，那里面我现在要找的是条纹花的在哪里了。哦，就会变成每一条要再拿出来，不是这一条再卷进去，这还已经是好的了。我的更衣室几年是乱到我快走不进去，快爆炸，对不对？而且每一次，因为啊，你想要整理衣服，我觉得断舍离嘛。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我先丢我穿不下的了，这是最快的方法啦。那好啦，那你是不是拿起来，哎，要套一下，哎，穿起来啊显胖，这一件就丢了，再套一下，哎，这一件穿起来不好看，丢了。等我穿了五件，我已经满头汗了啊，不穿了，然后就去休息了。然后每天都日复一日这样子的恶性循环，所以没办法弄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是。我只有这个柜子是乱的。哦，对对对，这是在家里不会穿出门，怎么那么巧，刚好去照到你乱？就是对，因为他们跟我说你有没有乱的柜子，我说我真的没有，好吧，我只有这一个。你客气了，你客气。这柜子是有在腌菜，就对。没有，就是因为那个就是属于。这是被子还是毛巾？是 T， 全部都 T 恤。这是 T 恤。哇，你只穿白 T 哦？没有，我那是就是。只要有一点黄啊，或者是有点脏的 T 恤，我就不会穿出门。那我都会在家里穿，全部放在一起。所以那一格我都是乱丢，家居乱丢，现在干净净的。那其他衣服我就是用你们之前那个用卷的方式，然后收好好。大家都有学到就对。对对，因为卷的除了你在家里放很好放，你出国也很好放。对对对，而且你只要把你那个 mark 卷出来就好，你就会知道哪一件是哪一件，自己的衣服就会很清楚。好，这个衣柜还蛮整齐的，很整齐的，洗袜哎，洗袜哎。你的衣服就这么少？没有，因为我的衣柜通常就是外套，然后衬衫跟洋装，就是比较没办法折的。对，然后或者是衣柜的下面的空间，我可能会放冬天的上衣。或者是长裤，会把它一件一件折好放在下面。你没有困扰说放不下这件事？不会，因为我还有抽屉式的。那我抽屉式里面的衣服，其实我都有归类，比方说背心，我会分颜色一件一件折好放好。然后 T 恤会分颜色放好，就是每一层都有。可是我们就放不下，我没办法，放不下，怎么会这样？其实你只要折好，不要乱塞或什么，我觉得都还好。因为像内衣裤，我也是一件一件叠好，就把它站好好。其实我也是，我也不会说抽它的时候就把它抽乱，就是我会稍微拨开。然后拿我要的，可是这样看起来你衣服不多哎，我衣服非常多，对，因为我房间总共有五个抽屉。好，不过刚刚我们从头到尾一直听到 Terry 说很多家事都是他在做，对，都会帮老婆刷鞋子、刷鞋子、洗衣服、煮饭、对啊，买菜，好先生，然后出来赚钱，对，好先生，对啊，找不到了，赶快来请他来教教我们衣柜要怎么。有图有真相，就一直说自己真的很会做家事，我们一定要看一下到底有多会，好不好？好，好，这个是你家衣柜，这是我的衣柜，哇，整齐！你该不会是为了要拍照？没有，没有。其实你突袭我家，你一去打开衣柜就是长这样子，就是我会折啊。这个也是你的衣服，这对，这是像如果放在外面的，这是常穿的，对，或者刚洗完的时候，你可能刚折完，对，因为我觉得不只是用卷的方法，其实折 T 恤的时候，你要换鞋柜，哇。那你说那一根一根的那个罐子是什么？没有，那个是鞋蜜粉啊，就是最近朋友推荐我的很好用的东西，就是怕脚臭或干嘛，你出门只要倒一点点在里面，是，那你穿的时候就不会像以前的爽身粉。好，那来教我们示范一下，今天要教我们折衣服吗？是，今天要教大家怎么样收纳西装裤。西装裤最怕的就是你穿完之后，你不管怎么掉呢，你裤子都会有一痕，有折痕，有折痕，女生也会，对，女生也会，因为我们买那个一条一条的，这样掉下来一定会有一。对，如果是像上班族常穿的话，因为挂的时间不长，所以这个现象比较少。那如果像我们比较少穿西装裤，比方说一个月去吃喜酒才会穿一次，那你可能西装裤已经挂在柜子里面一个月了，对，一拿出来超皱，几损，对，对，哪不都纹哈，而且不只是横的皱，它也有直的皱，对，而且甚至有时候你找不到，因为它已经掉了，滑掉了，对，因为那裤子很奇怪，你看你裤头如果它的皱。重量，如果你是挂这样，有没有？那太好了，一个月之后你会拿穿上去就变四角裤拼接。对，对，你这样怎么穿一件四角裤？他连这样都注意到。对对。那如果说你挂得太下面，有没有遇到一个地震？有没有？等一个月之后，有没有你要找的时候？哎，我可以，我可以。你好，适合叫卖。是。所以，你好有说服力啊！卖那个雕，来来五盖五盖，无讲无盖啦，讲的只含昨天高盖，起来放牛背盖，接电话一盖，总共高盖。哇！
小东西被安诺的，我觉得是这样子，婆婆妈妈想欢乐的，唔知边那管来，今嘛你看这台，现在才知道，你都知道了。对，好。你讲妈妈，我讲妈妈，你那在那个厨房那纸巾这个卷筒不？哦，有，这唔当蛋雕，唔当蛋雕，这都变纸巾。这一管，这怎么套进去？怎么套进去？对，你怎么套进去？好厉害哦！对，我刚才想说他怎么套进去的，这么简单。星星，我刚问完是觉得我是智障。别在妹妹，我跟你一样，我们这两个妈妈是怎么了？是，套回去之后呢，西装裤摊开，打直，打直之后呢，你差不多折一半，一半，哦，刚好一半的地方，对对对对对对，突然震惊有没有？好，一半的时候呢，把一只脚打开，然后把这滚筒放中间。哦，你怎么会去钻研到这个啊？好强！是，这网路上也看到人家那种小 pebble 了，对，然后把它穿过来，穿过来的这一只脚要比另外一只脚稍长一点点，是，然后再把这一只脚交叉的叠过去，啊，就这么简单，就这样，对。而且你挂起来，它不会掉，它不会松脱，而且它也不会有裤痕，才不会有印子，然后不会掉。你交叉的时候，它比较不会掉。第二个就是挂衣服，对，因为像我老婆怀孕嘛，所以她每个月衣服的那个都会变化。哦，所以比方说前三个月她还穿正常的，然后第四个月、第五个月之后宽松的，对，那最后可能是一件式的。她最后穿你的就好了。对，最后都穿爸爸的。对，是是。T 恤有一个挂法哦，就是可以节省空间了，像这样子。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到一点？中间这个是发票，发票，发票。一张小小的发票，要如何成为衣物收纳的关键小物呢？